哇塞，你又是谁？我就是你的眼中钉。欧君，我一定会判你有罪。你必须打败七个敌人才能获得胜利，做好准备。精打细算的交易，守则一，随时备妥退场策略。看看这个混乱的战场，战宠版本不是被一拳就是一拳别人。战宠版本比较常见到00100的胜率，或100-00比较常见到一点，没错，因为那个天花板可以开得很高啊，所以有开跟没开的就会差很多，所以大家玩的话就是尽量去开上限，挖掘每个英雄的可能，挖掘你这一场的天花板，透过观察种族、老板给牌以及你的英雄机制。那快乐牛我觉得就是属于这个类型，它的天花板非常的高。来，先按一个，我先超进化啦！我还真的是超进化，真的是很烂的超进化，没关系，掏他一排三，把他抓下来，怎么抓都赚啦、啊！钱啊！亏烂了，各位。还敢说怎么？抓都赚，这也抓得太废了吧！这种开场没有那个坐骑的局啊，你可以再按一只这个，再抄到斗志四星。两个小鸡笑你，各位观众，四条三，再开。再抄，我跟你拼啦！臭，拿个法术卖个罗迪，抄一波。一手交钱，这一手就交，我会帮。应该是再抄一次吧。别吸引到炎狱之主的注意。完了，这一把裂了。这一局着实有点搞，硬超级是拿这个要干嘛？如果你都要以超踹了，然后再回推去拿低星数的卡，那这游戏进行不了了。再超！哇塞，整排666666666。那就是拿两个六，六六六，偶爷，还真的是偶爷，炸掉自己等于获得一块钱，硬超级也是一块钱，炸掉的牌是一星卡，所以也不会有奇数。守则一。随时备妥退场策略。你要拿狂风打架也可以啊，那就要看对手那个进牌是怎么样。他七费回合还在点吧。可以再抄一发了。恶魔双吃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强大的战力。没有我修不好的引擎。守则一，随时备妥退场策略。
要偷爷了吗？哇塞，真的偷到爷了，你敢信？放后面还是让他偷到了？对手笑到裂开，巴费怎么会有爷可以偷？啊，恩公，还得是你啊，口诀。巴费送爷，人太好了吧？非常实用的改进。这种大放送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这个开上面才有胖大，开下面都垃圾。欧君，我一定会判你有罪。大法官，我错了。这一把我们直接弄出了四张使徒，没有任何坐骑，算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画面。刚刚是送他三星机器人，没错，他偷两张，第二张我就控制不了了，所以我是刚刚的站位是这样子站左右啊，就是送这两张，但他最后还是拿到了血多的，你们可以看回放，仔细看就知道了。守则一，随时被妥退场策略。对面傻眼。我们在这个 T6 就有偶爷体系加蝙蝠，真的是会让他们傻眼。钢普来一个吧，这个可以先按。个农场跟大亨，农场就挤一个位置，不要。偶数，再拿一个魅魔吧，那就不可能会输哎，这只是可以丢掉了。我不是付钱请你动，这面金翅飞行，我会努力的。炮无虚发，全破杀！我最喜欢成，我可以用我最后的四条腿。这个拿来下回合卖，加一块。拿钱就很有用啊，拿钱绝对是一个很有用的效果。钱换钱就等于偶数可以多多运转。炎狱之主的注意，欠色。对，真的是欠色。谁来的又是减15啦？我的策略是什么嘞？就是赶快上六啊，上六去做终极发育，不要让他们有机会超车了。守则八，升级旅店获得更强的手下。种族哦，海盗魔两个，所以种族异常的少。这是给一堆激素，所以好像也不好用。下回合法海拿一张，找机会拿一张就好了。这回合长这样就够了。各位快宝工程师来了，没事好不好？我们这边都是守法公民，稳的。邓宠林元爱。守则一。原来这场我完全的忽视战宠的存在来，完全忽视，打半天都没有想到战宠的事。很少看到，应该没有看过快乐牛第九回合才按战宠吧，通常都超早就按了。这真的是超级罕见，见不到的那种。因为不会这样子玩，说认真的不会这样玩。旅店变大，那我还是不如我这样子做。中介者会花大钱购买这个样本。
旅店变大，然后蝙蝠吃，可是效率没那么高，因为没那么有钱。那我是财富自由，点金这个还有说法。那我魅魔可以变金的话，我就这样玩。那不能变金就没有必要干这个事。变很好吃哎，吃上吃这一波吧。嗯，吃三个怪，所以我要拿掉一些牌，这个也得拿掉。好无虚吧，全部通。明智的决定，指挥官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这才不是盗版。害我得把钱丢掉了，不能赚钱了。蝙蝠不要下比较好。再接再厉，指挥官。我这个战宠可以点金啊！跟刚才说完的又忘了。因为我不可能再搞一只了。然后现在出战宠，你一定会没格子，因为现在是以财富自由为玩法的核心，所以我要等魅魔合了，其他牌才能动。这个魅魔不合啊，你出其他牌啊，你就没操作了，你的整个牌面就挤死了。因为你假设没有爷在啊，你钱不会够多啦，没有偶数怪不会放大，就是要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大家。冷一下，冷一下，元素珠都变掉了。那这一把刺客无敌，这一把刺客无敌了，拿这个浪费钱吧，应该是拿这个加这个就好了。接下来只要找个草缝给他草一下，魔观音开哦，哦，好啊好啊，反正有护甲，怕什么怕？六星卡都按给你看，怕什么怕？按个一，我看你是会怕哦，按一。这个没嘲讽啊，所以恶魔可能也不会死，而且这个是决赛的刺客。哇塞，这个这么强啊！遇到劲敌了，各位，天国一挥刮鞭，射他破盾，没射到，来破盾。魔观音好像不错哎，然后钢斧一挥。啊，100分，这一家人很强欸，全手收割机，然后两个无人机，但是我们这场也是蛮凶的，装魅魔，想吃这只，但是钱打不干，应该很难干得出来，应该没办法控在三只啦，我应该会买的牌只有这两个，所以我这样子买一买还会亏很多钱，还是你们觉得吃上面划算的啦？是上面划算的啦，装六点金没格子，没三合一没格子，我觉得不划算哎。我见识过真正的真剑之客。值得与战略对手吧。看来你有自己的规划。这边我觉得可以耶，耗赛金一个、啊。哇塞，大口的，大口的。这请来看看你是否能维持领先。大口的，大口的。
会直接把那只射掉，也太会射了吧。你以为我会安慰你吗？给我，终于可以把他点睛了，我等好久。这个晚点可能会很强。不食海盗魔，所以只要出它卖它，再补一个机械上去，就跟鬼一样。这边先不管怎样，先报再说。230，就是在等你搞我呢，炸鸡。可是我没摆刺客，偶数丢掉才可以放刺客。哇！哇！他这么强哦！七。你是来交易的吗？还是白费口舌？那就是双刺客，龙族补一补就行了。哦，点睛刺客。守则10，雇佣手下乃生存之道。真正的蜡烛是心里。你不想加入吗？这边，你吸引了众人羡慕的眼光。当然是要嘲讽啦，种族差异，所以待会要拿一个口咬法术才可以出第二只刺客。魅魔要吃鸡咯，这是魅魔的最后一个版本了，我们用这个魅魔当作恶魔最后版本的 ending 还算不错吧，因为下版本就没有这张了。大家怀念吧，最后的魅魔。那我可能是扔蝙蝠出刺客，再补一个种族。大家都进来吧！哦，刚刚那个龙其实也可以考虑吧。去无存精，全部也只能算一个，没比较厉害。收割机破盾还有需要吗？那就是刺客上，然后收割机，这样种族就会是魔、不死、海盗、机械。安全装置关闭。你不想加入吗？我会帮你冻住这些手下，来看看你是否能维持领先。他有灰又怎样？我不怕灰。我把他射掉了，我没了。啊！我在干嘛？我在犯罪。
啊，又被炸了！再复活一只，最后的魅魔，最后的亚兰西，使出你最后的波纹，复活！想不到吧，亚兰西，魅魔最后的辉煌，七七七七七。